它是分享给都市，分享给这边大家，所以大家走路不用再这样子走，这样 S 轴再 Y 轴，嗯 ，S 轴再 Y 轴，它可以这样跨进去走。嗯，那你看，这有个好处就是，我做了这件事情，因为这坪数这个300坪够大，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些绿，这东西都是在公园里面。一般公园第一排就是公园路。你在第一排，对不对？对。公园第一排的概念就是，你这个是基地是你的嘛，你有块有一定有条路嘛，那前面才是公园嘛。我们不是，我们在公园里面。